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挂这一张，售价现在比200元的招财金包刮刮了。这张尾数是16号，希望可以中奖，就是这一本刮刮乐里面的第16张啦，16号。刮了好多次哦，来，这次来刮，先来刮这一张的这只小牛好了，来，看看小牛刮到什么呢？小牛刮到了什么呢？200。小牛就是三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额，所以要三个相同的，2000、1000、5000、2000，来个2000好不好？两个2000呢？2000。200。哇，没有，两个200，两个2000，一个1000，一个5000，没中。好，来看元宝，目前还没中过元宝，就这一张了啦，好不好？还中了，目前最高的竟然只中到300元呢，所以就这一张了，那个元宝吧，虽然50%，也应该有个500块的吧，两个相同符号就得奖金500元了，500元有没有？来一个金币，再一个，耶，没有啊，又没有。啊，发现50%中奖率的，要中超过300都不容易啊。好，来看这个吧，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金不可跨游戏区兑奖。500，这张本可能真的中500，两个500了，输500就中500吗？有可能吗？200。1000，来，那个500嘛，10000，10000，哇，挪损没有啦，这张乌龟了啦，应该是乌龟吧，没错，10000、10000、1000嘛，500，我两个500而已，所以想要中500不容易啊，这一款想要中500真的不容易，感觉上大多数人都是200跟300，不然就是乌龟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招财进宝刮刮乐尾数16号，宣告杠估，做200块的公益。所以呢，一样来做个记录吧。等等，来来来，现在又增加了一张乌龟牌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刮刮乐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